Hello， 我是莎拉，今天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咧，近排我新买的一件小物件，就是一只脚架啦。咁呢只脚架有啲咩咁特别呢？其实咧，佢就是一体式啊。所謂的一體式咧，就係佢包埋 stabilizer 呢一樣嘢。咁相信依家其實好多 vlogger 啊、blogger 啊、KOL 啊，佢哋去旅行咧都會去拍嘢。咁但係如果你話要攞多一個 stabilizer 同埋攞多一隻腳架咧，真係非常之唔方便噶。咁所以咧，我上網咧揾揾下嘅時候，就俾我喺淘寶度嘅揾到呢一件小物啊。我買嘅時候咧，佢就係229蚊人仔左右。依家咧去翻淘寶網睇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已經係減嘅減到去160幾噶啦。呢一嚿嘢咧喺摺疊嘅時候咧，即係佢最細嘅時間咧，佢嘅最長咧就係大概係17cm 左右嘅。咁而重量咧，佢就表示係220g 啦。其實對於我嚟講，我覺得基本上同一部 iPhone 咧都唔係話爭得好遠，佢伸嘅時候伸到最長咧係可以去到69cm， 即係差唔多我半個人啦。呢一個位咧係比一般嘅腳架咧重好多嘅，因為佢係要做到呢一個穩定器嘅功能啦，咁所以佢唔能夠太輕啦。而家呢個位咧佢係鬆嘅狀態嚟嘅，咁就係稍後要嚟做穩定器嘅時候先至會用嘅。咁如果當我要用翻做普通腳架做直播嘅時候咧，你向右扭咧係會鬆嘅。咁而你向左扭咧，即系向翻我自己嘅方向扭咧，咁佢就实翻啦。咁佢实嘅时候先至可以咬实部电话嘅。得最搞笑咧，佢喺个 description 嗰度咧就表示佢系可以咧咁样动喺度做一个脚架嘅功能啦。咁但系咧，我发现咧系 work 噶，咁所以咧佢已经系唔符合商品说明条例噶啦。呢一个状态咧，佢基本上系企唔实嘅，所以我唔系好理解是什麼玩法啦，咁我而家先夾翻個電話落去先。好，咁咩夾實咗啦？夾實咗之後咧，咁冇辦法啦，因為佢咁樣企唔穩啊嘛，咁我就開始試下掹少少啦。咁原來咧掹少少咧，掹少少佢都係企唔實嘅。咁佢幾時先可以企得實呢？哦，原來咁樣就企得實啦。掹長然之後再壓翻佢落去咧，佢先至可以企翻實。咁呢一個位咧鎖鬆鎖實咧就可以校好嗰個唔同嘅 angle 啦。咁我鎖實佢啦，然之後咧就喺度慢慢慢慢慢，佢説好嘅69cm 係咁樣，得咁樣就69cm 咁，就即刻攞把尺去度一度，掹到最長嘅時候，我掹到最長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只係頭先 mark 到嘅，即係50幾cm 嘅啫。好，咁跟住咧，我哋就試 stabilizing 呢一個雲台嘅功能啦。扭翻去鬆嗰面之後，佢就開始揈下啦，咁就要穩定翻啦。咁呢樣嘢咧，如果大家真係會買呢嚿嘢咧，我自己一提提你啦。首先咧，佢係要充電嘅。充完電之後咧，佢另一邊咧會有一個掣嘅。呢一個掣咧，咁你攤著咗咧，見到綠燈嘅時候咧，佢會震一下啦，咁佢就會開始咧去做穩定器嘅功能啦。冇錯。佢呢個反應咧，佢雖然攤著係需要一個相對地長少少嘅時間啦，咁但係咧佢即刻可以一秒穩定。咁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呢一部 Android 機就比較輕身啦。其實我之前咧有試過攞嚟駁 iPhone 機嘅時候咧，佢會耐少少時間，因為 iPhone 相對地重嘅。所謂嘅單軸咧就係咁樣啦。咁樣佢淨係可以做到水平呢一個嘅穩定嘅啫。畫面上 O 唔 OK 咧，就即刻去一睇啦。如果我係行得好勁嘅話咧，呢一嚿 stabilizer 係完全唔係做到佢應該要做嘅嘢啦。咁同埋另一樣嘢咧，我就係發現咧，佢咧如果係高炒，想高炒或者低炒呢件事，其實係比較困難嘅，因為佢係單軸嘅關係咧。咁所以其實高炒同低炒就係我舉高隻手或者我放低隻手嚟嘅。咁呢一個位嘅穩定性就會降低咗好多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好慢咁樣去行咧，佢左右呢件事左右揈咧，佢唔會話揈得好勁咁樣嘅。其實都係可以講話都抵玩嘅，買得過嘅。特別是你真的會去旅行拍片的時候，同埋你係會做直播咧，咁佢就真的非常之啱你用啦，因為唔需要帶咁多樣嘢嘛。如果你係已經玩到去真的要講畫面啊、質素啊、所有嘢啊等等等等，同埋你自己其實唔係好做直播咧，呢一隻腳架就
未必啱你用。有興趣再睇更加多我嘅影片，又或者睇多啲旅遊嘅資訊啊，等等等等等咧，就記得要 follow 我嘅 IG、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啦。下次見。